有了啊，你要带，这里要带我的书包来啊，行。的名字啊，一时来不及点。尤森，伊路易斯，霍尤森，霍尤森，霍尤森在里，伊路易斯，路易斯，开始有点。Hello， 还有谁 ？Karin，Karin 有了 ，Karin，Christy，Christy， 喂 ，Christy，Christy，Christy 来。然后只有 Jenny 有。听呀，有吗？听呀。No， 听呀，上个礼拜也没有来。伟伦有吗？伟伦，伟伦。超级轩也是啊，一讲他就进来了。All right， 来，我们要看回上个礼拜你没有带，对不对？我不够放哪里去了？那，你上个礼拜的史嘉拉呢？你上史嘉拉？啊，史嘉，上个礼拜我们是上史嘉拉吗？啊、你史嘉拉，你带有在没有？在你，我在放在一个号里面。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号里面啊。啊，你没有带来喽？你回去 check 一 check。Yan Kong， 喂 ，Yan Kong， 啊，也是，也是学崔智炫，是智炫的样子哈。表情包，表情包，表情包来的，表情包来的，我头长得怎么像啊？我也是你的样子，这么可爱。你搞笑了。All right， 所以我们今天看回上个星期的这个科鲁多干女的地，我们有讲到怎么样？我们就只有一次，我们上什么东西啊？上个礼拜还有人有印象吗？我们学科门啊，门能多干科鲁多干，门古那干龙一丢跟来一丢，对不对？确定一个方向。在那个地图里面，或是地图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个地方的位置。我们用 longitude latitude， 有印象没有啊？事情？啊，明白？你印象啊？记得好，有印象好。给、okay， 那个 longitude latitude 又是什么东西来的呢？对，这种给就来给就这些线哦，是看不到的啊，肉眼看不到的啊，我们自己把它想象出来的。OK， 这条线 latitude， 然后上个学你上个礼拜就学到 latitude 是横还是直，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下吗 ？latitude 是横还是直的？横的线啊，就是这个横的线是 latitude。OK， 直的线我们叫。longitude， 直的线叫 longitude， 横的线叫 latitude。OK， 不嘞 ？OK， 当我们要看它的科鲁多干的时候，我们要看它们的交叉点，看到吗 ？Dite versi langan 叫交叉点，也就是说，这条横线跟直线它们动到在一起的那个点啊，就是它的科鲁多干，它的交叉点。我嘞，这上个礼拜我们学到的东西啊，然后我有讲过那个 latitude 有分成很多条，对不对？有那几条我叫你们上个礼拜去背，有没有背？只记得两个。哎，只记得两个，哪里可能？有没有回去读？有背。有啊，有背就非常好。就是这一个我叫你们去背的事情，我看他应该是没有背的啦，因为他什么都不喜欢你。OK， 这一条这几条线呢都是要去记的。OK， 我们再复习一下哈。最上面的靠近我们的北极的那一条线，古杜达的就是北极啊，古杜斯拉丹就是我们的南极。
北极跟南极，然后我们地球啊，其实可以切成一半的，切成一半，然后就可以分成北半球和南半球。可以我放大点，就是这样，北半球和南半球。然后这北半球呢，我们把它切一半呢，那条中间那条线叫什么线？中间那条线？加杜里斯蒂瓦。加杜里斯蒂瓦。知道，加杜里斯蒂瓦它多少度？它度数是零度。OK， 它是零度。然后加杜里斯蒂瓦，我们往北上去看，这条线是什么线？阿娇，它是 23.5U， 为什么是 U 呢？这里，因为它是五达的，它在上面。为什么它的那句话是 U 的？它不是在中间，不是不随人为绑的吗？哦，这个是它 U 跟 S， 这个还有点错了啦，它弄错的，哎 ，U 或者是 S，U 等 S，OK，、okay? 然后你看，再往沙旦再往上看呢，这一条线啊，这一条。我们叫做 Garrison Arctic， 它是 66.5U， 这个度数全部都要把它记起来，其实是很容易记的，因为下面的也是重复一样的东西，只是它的名称不一样。我们往北，我们往南去看啊，往下看的话， Gadulisiwa 的下面那一条线叫做 Jadi 23.5， 看它上面是 23.5， 下面是 23.5，它不一样的地方只是一个是舍拉丹，一个是乌达拉，一模一样的这个线你要把它记起来。然后最下面那条线呢，靠近南极那边呢，我们叫 Antarctic， 是 66.5S， 因为它在舍拉丹这个地方，它在南部 南极这边，所以我们称为它叫 S。 okay， 这个全部你们这个你不用记了啊，这个太过，这个没有那个必要去记，只是要记的地方就是这个，看我讲过的。我的 mouse 不见了，为什么 mouse 了？这边这个我圈起来的，我来放啊。OK， 然后这个九弧度它的是90U 啦，因为从零、二十三、六十六这个是90度，然后这个90度 S， 所以做这个题，我来。Boleh ya? Okay, ini adalah latitude. Sekarang mari kita tengok itu longitude. Longitude 就是条这条直线啊，这些线啊，这些线。Okay， 然后有一条有两条线你要知道的。这条线叫 Meridian Greenwich， 也叫 Garrison Meridian 榜高了，还在 Greenwich 这个地方。也叫 GMT， 然后它的后面那一条线呢，我们叫 GGA， Garrison Tarik Antara Bangsa， 它刚好在180度 Barat 跟180度 Timur 这里，这两条线你们把它记起来就好了。我很热，这里真的，这个风吹的，我像在做麻将。不嘞，这两条线，只是你们要记得哈，这两条线是什么名字就可以了。Longitude 的 ，OK， 好嘞，这上个礼拜讲的答、啊。然后考试问什么呢？考试就叫你看这个门能度跟可度度干，我们用 latitude 跟 longitude 这两个 ，OK， 就是要看他们的 persilangan garisan latitude 跟 longitude 就是它的交叉点好啦 ，OK， 所以在你们读这个可度度干的时候，它的交叉点的时候，我们要读哪一个先？哪一条线先？我们要读横的哈，读横的线先，才读直的线。所以讲 latitude perlu diingatkan terlebih dahulu， 说读横的线，再读直的线。给、okay， 第二个，你去看。contohnya， 我们再复习多一次啊，因为上个礼拜有人没有来，所以我再看多一次。berdasarkan kedudukan bandar A 的城市，你看在这里啊。哦，我的 mouse 不见了，就是。上面再去啊，阿米尼 ，OK， A 的城市，给、okay， 这边是 A 的城市是什么？马来西亚的嘛，是不是 ？OK， 然后他讲什么 ？Lihat garis melintang， melintang 就是横的意思啊。
Sepanjang sfera bumi dan rujuk di latitude di sebelah kanan,它就是三 U latitude， 它是 A 三 U 五达热。为什么是三 U 五达热？这边还给你了的，横的线，看这条横的线是三 U 五达热，这条横的线是三 U 五达热。然后再看什么？再看直的。Garis menegak mencari nilai bacaan longitude 就是102T 这条直的线是 102T， 这些 3U 跟 102T 你不用担心，题目会给你们的 OK。 然后你读的时候你要怎样读？读横的再读直的，所以我的这个可读多宽就是三度 U 120度 T 是 A 的位置，在这个地球里面你去找啊，如果你去找找真正的那个度数啊，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了，三度 U 102度 T。 哎，有时候这个方式是用来做什么呢？有时候他们打仗啊，他们打仗哦，他们要去炸一个城市嘛，对不对？他要去炸人嘛，所以他们去 set 那个导弹哦， set 这个东西， 他在里面 setting， 他讲 OK 我要去这个方向，三度 U 102度 T，它 set 那个导弹，那个导弹就会飞炸这个城市。不然你如果你 set 那个导弹去炸 KL， 它那里懂 KL 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它就要 set 好哦，在这地图这边啊，那它就会飞过去炸这个城市，它就会利用这个可读度跟 latitude 跟 longitude 啊，通常打仗他们用的啦。哎，这是它的方式 ，boleh， 好哈。然后上个礼拜我们是有做这个拉丁汉，对不对？这个练习嘛，在这边呢，我们做到一半罢了嘛，对不对？这个对不对？有印象吗？就是做到一半还没有做完的，对吗？来，我们继续，我们没做完，对不对 ？OK， 那天因为时间太赶，我讲到太快了，怕有点等不到。Why 来？我们叫雪妮啦，因为雪妮上个礼拜没有来吗？没有在你们楼大的，因为这个我没点。你看我的 screen 啊，大家啊。OK， 告诉我，雪妮告诉我 ，x 的 latitude 是什么？你懂 x 在哪吗 ？x 在这里，对不对？看啦，所以它的 latitude 是什么？18度。啊，你看到吗，雪妮 ？Latitude 是横的线吗？这条横的线，哎，横的线，它告诉你这边呢，48度 U。啊，然后来 Y 呢 ？Y 在你 ？Y 在你啊？啊 ，Y 在这里是？然后你看它是多少？55度 S。OK， 不累啊。OK， 然后 J 的 longitude 呢？还是选你来 ，J longitude 35度 B， 对不对啊？然后 K 呢？65度 T。Yes， 65度 T 呢？这个 longitude 这条线。OK， 然后现在还要你拿个杠科度多杠 M， 上个礼拜你做好吗 ？M 的位置。所以是什么？他的答案？八度 U 六十五度 T。OK，Yes， 所以他是看横的线，横的线是48度 U。Bagus， 可以对啊。OK， 48度，我的度我写不到啊，所以我要写啊。还是，这我写不到了。喂，不行。48度 U， 然后。是吧？65度 T 这条线65度 ，N 呢 ？N 70U 35B 对吗？这里 ，N 在你这边，就上面这边，70度 U 35度 B。OK， 现在我要问那个谁呢？舒焕。P 告诉我 P 的位置 ，P 在这里啊。OK，so、okay, 它的可读关是什么？啊，40度 S 跟
它的值是什么？它的值在哪里？它的直线 P 的值 P 的值啊，85度 P 啊，这里啊直线啊，这个说85度 P。 然后 Q 哪事情？然后七十度 OK， 对，40度 S， 然后70度 B。 All right， 来告诉我现在那些 online 的学生啊，你们可以其实可以 scratch 我的这个 screen 的时候，你们可以画我的 screen 啊。谁要告诉我这一个 A 的位置，70度 U， 85度 T， 找出来它的位置。70度 U， 85度 T， 在哪里？整体是没有画画单的干，还有你单的干嘛？我不知道哎。告诉我在哪里？上面最靠近 N 那边，对不对？什么？最右边上上右角那一个。70度 U 在这里哦，85嘞？85在哪里哦？是不是这个点啊？对不对？70度在这里哦，然后85是这里吗？看它的交叉点。哎，喂，这里啊，这个点啊，这个、是我的 A 啊。对不对？70度 U， 85度 T 吗 ？OK， B 呢？48度 U， 70度 B， 哪里？最左边那个。最左边，对不对？你先找48先，48度 U， 这条线哦，然后再找70度 B 的 ，Yes， 这条线 ，My gosh， OK， 这是我的 B。我的 C 55度 S， 65度 T， 下边右边第二，下边右边第二，这个啊，对不对？这个有人讲这个啊，对啦，这个就是我的 C。D 呢？40度 S， 35 B， 第二下面第二左，最左边第三，第二个对，不是第二个不是跟 Q 吗？第三个，这个啊 ，OK， 对，好，这个就是我的 D。就是这样，很容易哦，对不对 ？C 发非常容易 ，yes。对，就是说点点点爆嘛。只要你搞清楚哪一条是横线，哪一个是直线，要读横线先，才读直线，你就可以回答这个题目了。非常简单，我都讲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简单？我没有骗你们，对不对？过后就很难。啊，过后就难一点点。难一点。难一点罢了啦。难度深一点，但是慢慢容易到难的嘛。可是到后面哦，就很容易了，非常容易。没有骗你啦，骗你这种骗你有什么难 ？OK， 哎呀，诺言，你帮我 cancel 掉这个东西一下。I don't have the material. How do I write the A B C？ 没有关系 ，A B C D， 这个我没有给你们 material 啊。网课的同学，你们有没有拿到挪大了？有没有来拿挪大了？你们来拿挪大了没有？我上个礼拜说可以来拿挪大，可以叫你爹地妈咪来拿挪大了，跟那个娃姨姐姐。啊，我已经准备好了的，可以来拿了。好，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Kedudukan relatif 这个题目先。这个我没有 bring 给你们啊，你们还没几时可以拿，现在都可以拿了。我上个礼拜就说了没，随时都可以拿了 ，anytime， 已经准备好了，在考的那里啊。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啊，大家看得清楚吗？这个人的名字啊 ，Kedudukan relatif 是。一开头我们读的是什么？前后左右，对不对？来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读就滴滴读就干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但和题目我们一起做。陈先生啊，陈先生在哪里？这边啊，这边啊，这个陈先生，这位同学，他说陈先生读到你喊他半下吧，他坐在徐的前面。对，因为他面向这里，对不对？所以他是坐在艾丽莎的前面。
哎，阿丽西亚。Okay, 然后 Rafish 呢 ？Rafish duduk di belakang siapa? Rafish 呢 ？Rafish， Rafish 坐在谁的后面 ？Sophia。Okay, Sophia 的后面。Okay, 然后第三个人 Arman duduk di sebelah Nizam 什么 ？Arman 是坐在 Nizam 的哪里 ？Arman 先，请找 Arman 在你先。阿曼，阿曼在你。阿曼在那边。然后他是讲他坐在你这的哪里？你这边。嗯？橄榄呢？吉利是橄榄。阿桑在这里啊，所以阿曼是拿桑的左边、右边。左边。左边，为什么是左边？因为他们是面向白板这里吗？所以这个是他的左，这边是他的右，所以是他在他的吉利，左边是吉利，对不对？啊，不是橄榄啊，吉利，哎，不是吉利，吉利。接下来，然后谁是坐在舍伯拉橄榄纳斯里？纳斯里 ，Where is 纳斯里 ？Where are you？ 纳斯里，纳斯里，纳斯里。他的橄榄是谁？我听不到了。谁？Nazri 的右手边是 Pavitra， 对啊 ，Pavitra， Pavitra。然后 Mina 是坐在什么拉橄榄？谁的什么拉橄榄？跟谁的右手边？哎，左手边 ，Mina 是谁的右手边？也是 Sophia 的右手边吗？左手边是谁？那右的左手边 ，Sophia 的右手边，对不对？跟到吗，大家？米娜坐在 Sophia 的右手边，这个是她的右啊，所以是 Sophia 跟 Nazli。然后 Anissa duduk di antara 谁跟di sebelah kanannya dan sebelah kirinya， 也就是说他坐在中间的，然后他的右手边是谁？跟他左手边是谁？他左手边是谁？ Anissa 这边啊， duduk di antara 在他的右手边。他右手边是谁？阿尼莎的右手边 ，Kaylin 哦，啊 ，Kaylin。然后他的左手边是 Chonsen。这个模组是考你们的马来文呢，左手边、右手边、左手边、右手边，知道吗 ？OK，Pavita duduk di hadapan dan belakang 谁 ？Pavita。Hadapan Kiling meh? Dia duduk di Xu de qian mian. Chang Rei de qian mian gen Kiling de hou mian. Nama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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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o他的橄榄啊，苏瑞坐在徐的右手边，苏瑞坐在丹的右手边，对不对？哎，丹，然后拿掉的什么？哈达班，前面叫哈达班 ，yes good。啊，这个就是可鲁干比的 if 啦，非常简单，对不对？啊，行啊，接下来做这个给我，现在做一下，现在大家，你们可以写在那个，我要写没有哦，写在纸上啊，写在纸上，这个没有写到很好，什么东西？刚才那个完全没有写到很好。你卡？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你讲话，龙岩，不明白你在讲吗？
来，写个答案给我啊，现在做啊。刚才我还没有抄到卡。东岩，我听不清楚啊，你可以写给我吗？这听不到讲话。Sorry。哦，我的网很卡是吗 ？OK。对不起啊，我说现在你们做这个题目，做这个题目没有拿到这个纸没关系，你们写在一张纸上它的答案，等下我们一起讨论它的答案就可以了。Sorry， 校长。纸，而且我的纸，纸。OK， 来，继续。哎，坐。对啊，网课的同学有问题吗？啊，这边有吗？现在上网课，我心中只怀着死。有人说你们上网课的同学是在看手机吧？有哦，你们是不是在看手机？他们说的是啊，那个。严军讲的，文军讲的事情也是讲你们在看手机罢了，没有做，是不是？证明给他看，你们没有，你们在做了，做出这个答案。啊，你知道哦，我要教人回答我问题啊。老师，我没有麦。老师，我没有麦，写给我。老师，我介绍两下。那个我无言了。拜。要叫我们回答，就一大堆理由，是不是？我累。做完了没有啊？很简单，对不对？啊，我终于有人，我终于听到有人讲简单了，我感觉到很欣慰。两位人，那个时候可能心里面忘了，难道？啊，可以希望。可以，可以，你们那是特征呢，特别。我记得有五个十六个。卡杜里斯蒂瓦。请问这一条线是什么？哪一条是卡多里斯蒂瓦？中间的零度，对不对？啊，没有灯啊的，它叫中间线，叫卡多里斯蒂瓦。卡多里斯蒂瓦上面那一条叫什么？中间。什么？沙旦。哦，沙旦。还有沙旦。啊，沙旦上面那条叫什么？阿斯干阿特。阿蒂。
Katolik suara siapa nak jawab jawab? Jadi. Jadi. Jadi siapa nak jawab jawab?最容易记就是卡努里斯蒂瓦，太会讲。OK， 我相信大家已经做好了咯，所以我来叫一下那个 Jenny， 告诉我 X 的 latitude 是什么？喂，好不见了。Hi Jenny， 呼呼 ，Hi， hello hello。吉尼，喂，吉尼不见了啊！你在做什么呀，吉尼 ？OK， 我们叫 next 是诺言 ，X 是四十八度哟。对，四十八度哟 ，bagus。你们写度啊，不是写不要学我写啊。然后下来是 Elois M 呢？七十二度 S， 好的，七十二度 S。然后接下来到谁？婷雅，嗨，婷雅，哇，一个帅哥哎哟！婷雅 ，longitude V， 婷雅，呼呼，嗨，婷雅。V 的直线 ，longitude 是直线。老师，二十三度 B 对吗？我自问自答啦，没关系。自问自答，我好像自己跟自己讲话这样。来，接下来 longitude Y 直线，超级直线。Y 的呢 ？Y。各位好。啊。四十八啊，不，等啊，我看一下，九十五度 K。Bagus. OK， 接下来是 GU。猪猪侠在一起，猪猪侠在一起。哥，你都干 Q 来 GU。啊，我看到他开 camera 了，他有在的。GU， 你在打字吗？我听不到。听不到。干嘛？Q 了 Q 了 Q Q Q 的位置。啊？对吗？先看红的，再看直的。Q 在这里。谁是？啊哈？然后？然后？二十三度。二十三度 B。OK， 对。四十八度 U。二十三度 B， OK， 那一顿啊，不是一顿立马一顿，一顿 Jack 是什么 ？Jack 的 ，Jack 七十一度 T， 喂，你的 longitude 你的 latitude 呢？你的横度，你横也要写，零还要写啊，零度。跟啊，七十一度 T 啊，零啊，不是先写横线，我也来一顿，横的是零度吗？零度，然后七十一度 T 哦，跟那个坐标一样啊。啊，给接下来是谁 ？Christy Line M 呢？突然间安静下来 ，Christy Lai， 嗨，你不会可以告诉我，你不会的，没有关系。喂 ，Christy 啊 ，Chloe， 他写给我是吗 ？I don't know， 哎，来，没有关系 ，I don't know， 来 ，I teach you， Emma。
我讲 M 是自己吗？对不对？你看到吗 ？M， 你看我的 screen 啊 ，M， 我们要先读横的线，横的线是什么？72度 S， 给你写72度线，72度，哎，找不到了，哎，72度 S， 然后再看直的 M 的交叉点的直是这条线，对不对？直的，所以这直的线是什么？23度 B， 然后答案就是23度 B。会了吗 ，Chrissy？ 72度 ，OK，Corinne 也对了。OK， 接下来 Y 的 Corinne，Y， Corinne 应该他是写给我的，应该是 Corinne Y， 48度 U， 95度 T， 对吗？48度 U。95度 T， so Chrissy， 你看啊，为什么是48度 U？ 看这条线48度 U， 然后这边是95度 T， OK 对。然后是95度 T， 容易哦。好，接下来我要看。这个现在多分钟，三分钟啊，没关系。来，大家有拿到另外一份练习啊没有？其他网课的同学没有一个拿到老大，没有来拿老大，没关系啊。现在有啊，有拿到的同学很好，有拿到的同学请看你们的这一个练习，你们这份练习后面有这个 practice formative。你们这一份 NOTA 后面有一个叫做 Practice Formative， 有在你们的 NOTA 里面。这个 Practice Formative， 然后我要你们去做这个 2.1 这个练习，这里 2.1 的第一题、第二题，这边啊。如果没有拿到 NOTA 的同学没有关系，我已经在那个 Google Classroom 那边我有 upload 了的，你们可以去开来看，听到没有？很慢啊，这边的网络，这个 practice formative 这一份练习是有了的，在你们的这个 Google Classroom， 你们去把它开出来看。在后面的，说去做第一题、第二题，先第一题跟第二题先，可以吗？现在做。今天我们做练习罢了，我先不教新的东西。你没有纸啊？哎呀，等下我，让我去拿给你，哎，借我借给你看。哎，你看不到，太小了这一只。OK， 现在做啊，我这边剩下一分钟半，没关系。等下我们几点啊？4:40，我们重新抓回来，我们讨论这一边的练习第一题、第二题。你没有拿到这个诺大没有关系，去 Google Classroom 那边开出来看，有了的。这个 practice formative， 现在做啊。然后第二题的它的题目在这里啊，这边你要lengkap这个 jadual berdasarkan这个 plan， 这边的名字啊，我填进去 B 的也是啊，然后你们做一做，等下4:40我们重新转回来。要问，不需要。
Hello.